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者，阿们阿们。我们唱呼求圣神，打开第四页。呼求圣神，从天降临，设法神光，光照我心。诸位世界，不是太平，时常将相继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感谢天主借永远圣母的转求赐给我们的种种恩惠，让我们再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。求恩第二式，打开第八页。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时，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在受到侮辱时，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发自内心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要借赌博、酗酒及麻醉剂以逃避现实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父母子女们彼此了解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应酬及娱乐时做适当的选择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青年人勇敢地为基督做见证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施铎及修会圣召增加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世界的财富得与公平的分配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忠于职守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以互助的精神服务他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向尚未认识基督的人宣扬福音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愿更多的人灵洗归于基督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得到善终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现在我们为自己的意向祈祷。请众同祷。上主，我们求你借圣母玛利亚之转求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好，这一周呢，我们收到的有576封信件，这576封当中有389封求恩，62封感恩，最后呢125封呢是私人文件，就是不看的啊，不会打开来看的哈。在救恩当中，在求恩这方面，有的教友呢是这么的写，他说：圣母，我们来到你台前，呼求你的带导。目前我家中的经济只容许足够我们活一个月。亲爱的圣母，求你保护我这位朋友坚强的，是给他勇气，也安慰他。
亲爱的圣母，我是一位刚从癌症病房恢复过来的病人，因为有天主的恩典，我不断经历过这手术以及各种的痛苦的医疗方法，但是我仍然还是担心心急，我不要让我家人为我担忧。还有一封说，圣母，我的儿子必须要考两次的考试才能够入大学，求你降福他。亲爱的圣母，我是一位他说，亲爱的朋友啊，亲爱的圣母，我的一位朋友因家庭的因素及个人私下的问题受到创伤打击，最后呢得到忧郁症，他也失去了健康，目前无法专心做工。亲爱的圣母，我为双亲父母的健康祈祷，希望家父的癌病不会给他太大的痛苦，也希望母亲能够坚强的每一天面对父亲健康的事实。圣母玛利亚，自从我家公得到了癌症，这影响到我的女儿，她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当上医生，目前她的名字列在大学录取名单中，很希望她能够被录取，她希望能够在大学上学医科，这是她最大的希望。亲爱的圣母，我为一位好朋友祈祷，目前他在吸毒，也交上了这一类的朋友，求你帮助我想出办法来去帮他，帮助他能够脱离这个恶习和环境。在感恩的信件当中呢，有人呢这样写，亲爱的永远圣母，我们非常感恩，感谢你和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你一直在教导我们孩子们坚强我们的性德，也教了我们做人的价值观，你的儿女。亲爱的圣母妈妈，感谢你为我的女儿祈祷，她一直在追求她心目中的工作，你帮上了她考上第一回的面试，求你不断的再关照她，再去面临他即将来的第二次的面试，呼求圣神关照你的女儿。亲爱的永远圣母，感谢你不断地支持和鼓励同事们，我也希望我能够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胆量，把同事们呢带进天主台前，教内的孩子。亲爱的圣母，感谢你的带导，我的儿子从加拿大的受训已经完成了，如今平安的归来，这条漫长的道路若是没有你的带导是不可能的，你教内最感恩的女儿。亲爱的母亲，感谢你成为我的母亲，你也教了我怎么当母亲，我还在学习当中，感谢你不断安慰我，我家生病的妈妈，老妈妈，感谢你不断地聆听我的祈祷，你忠实的女儿。亲爱的母亲，感谢你的带导，婴儿和我都非常健康，因为有你的带导及天父的大爱，使我们家添上了一个宝宝，你不断的降福他，你的孩子。
亲爱的母亲，我自从十七岁便开始来到你的台前望你的敬礼，如今已经2年多了。在这疫情期间，我都在线上求你的保护。这2年多来，在疫情当中，双亲父母都离开了人间，我的未来生活和工作都成了一场空，但是我仍旧依赖你，你带着我度过这一场难关，如今踏上新的生活方式，教外的儿子。亲爱的母亲，感谢你成为我们天上的母亲，不断爱我们，照顾我们，你还带领我们走向你圣子耶稣基督，你都在为我们代祷，你最感恩的孩子。邱一峰说，亲爱的母亲，我的侄儿有血癌，他也经历了一场很平静的医疗方式，我们都为他祈祷，希望这癌症会永远离开他。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在天主的手中做决定，凡是在天父手中所做的决定，我们大家都很安慰。教外的儿子，让我们现在跪下念这一篇敬礼的祷文，第17页。永远圣母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前来投靠你，因为人人都知道你是罪人的托靠和希望，求你也做我们的托靠和希望。为了基督的爱，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伸展你救援的手。我们曾多次犯罪，但是现在知道若投靠你，就会克胜罪过。所以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，我们必来呼求你，圣玛利亚，请救援我，使我不再远离天主。圣母经，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，念圣母经一遍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圣母赞主颂，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颂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。我的灵魂颂扬天主，我的心神因救世的天主而愉快，因为天主垂怜婢女的危贱，今后万世的人称我是幸福的，因为全能的天主在我的身上完成了奇迹，他的名是至圣的。天主对敬畏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，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，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。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的，举扬起那微小卑贱的。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，叫一向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天主不忘他的仁慈，照管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过的。玛利亚，你是基督的母亲，你也是我们的母亲。请众同祷。天主，我们全心感谢你赏赐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，她仁慈和蔼，了解及关怀我们，我们再次向你致谢。阿们。打开32页，万福光耀海星。万福
父光耀爱心，至真天主母亲，主我必而修身，小儿贞洁慈仁，主我必而修身，小儿贞洁慈仁。有一项报告哈，就是华文的慕道班会在7月16号开始。7月16号呢是星期六，下午3点到5点。今年7月16号开始，到了明年的6月5号啊，一年的时间。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呢，请你们上线报告好吗？或者说到秘书处好吗？截止日期是8月31号，8月31号啊。在教会内，六月称为耶稣圣心月，五月呢就是圣母月。六月呢是耶稣圣心月 The month of the sacred heart。 因为在六月当中呢，有一个特别大的节日，就是耶稣圣心节日。明年2023年是耶稣圣心显现给圣女玛加利大350年，明年 Saint Margaret Mary， 耶稣圣心显现给她，明年就是350年。因为当耶稣显现给她的时候，那一年呢是1673年显现给她。1673年那一年呢，刚好呢是马丁路德改革教会的150年，为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为天主教来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1673年，他改革150年，他们是他改革的高峰。1673年，也因此这一年1673年呢，耶稣圣心来到了法国一间修女院，给这位修女看到，她就是圣女玛加利大 Saint Margaret Mary。 后来呢，耶稣圣心在天主教 教会里面呢捧到非常高峰，非常高峰。后来呢，这位修女呢，圣女玛加利大也成为圣人，被教会列为 圣女圣人。教会为她列品的原因，不是因为耶稣显现给她，而是教会觉得这位修女所看到的真的耶稣是真人真天主。这位耶稣圣心，他的圣心呢是人性，同时是天主性。等于说，看到耶稣的脸，就是看到天父的脸。耶稣圣心也是表达天父的心。这个也因此呢，这个显现呢，非常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教会要赞扬慈母教会，我人必须去赞扬、去歌颂这个慈母教会。他也很强调，信友们呢要不断悔改。当你了解主他的心多爱你的时候，你要去悔改。他也强调，忠实的人要成圣。他也强调，要开启外教人的眼目。
最后呢，强调的是灵魂的得救。我记得前几年，前二十年吧，教宗保禄二世 Pope John Paul II， 教宗保禄是把这一天耶稣升天这一天呢，当成什么呢？施夺生活成圣的日子 ，Sanctification of Priests， 就是说这一天教友们，你们应该为神父们祈祷，求说神父们能够成圣 ，Sanctification of Priests。这个350年前的这个是显现，就是明年已经是350年了。来，这个显现呢，说明了我们人对天主的态度是很糟糕的。它说明了我们人呢对天主呢，第一，万恩负义。我们人的心态经常是不会去感恩，不会去珍惜，好像对天主是理所当然的。不去认识恩典，不活在恩典当中，万恩负义。人的心态呢，经常是不去想天主，不喜欢想天主，不值得去想天主，不选择想天主，想自己，想世界，英文叫做 contempt。 他说人对天主呢不恭不敬，戏弄，嘲笑天主，欺骗自己，轻视他人，轻视天主，把圣的东西看成是很俗，holiness， 圣的东西呢看成非常世俗，以世俗的眼光去看信仰。他也讲到人经常呢有这种对天主的这种很亵渎的心态，圣的东西呢看成不圣。比如说圣体圣事呢，我们看的不圣，看的不圣，圣物啦 ，OK， 不礼，对这些都没有礼貌，不礼，没有道德哈，没有那种圣的概念 ，the idea of holiness 没有。最后呢，人呢对天主的心态呢，其实很凄凉，很冷，很冷，没有不友善，对天主没有感情。他强调这一点，他也说，其实我们人应该对天主怎样呢？第一，崇拜、崇拜，以爱、以真理、以心神朝拜天主，甚至于人的肢体要跪下来拜天主。他讲，人对天主要感恩 ，Thanksgiving， 在生活上很多东西，其实你都会看到天主的大爱。天主的恩典，很多东西都来自于天主，生活上很多东西是天主给的，天主牵着我们走，要感恩。他也讲到你要学你要人要去安慰你的主，如同耶稣在三元祈祷下等着我们去安慰他，在十字架旁的圣母站在那边安慰他的圣子。人要去学 ，must learn to console， 去安慰。他也讲到，我们人应该做补赎，补赎，从错误中走出来，从错误的行为走出来，做一点神功，做神功补赎所犯的罪，补赎 ，repentance。他也说，要。增加信德 ，increase faith。那增加信德呢，就看圣言，看圣言，朝拜耶稣圣体内的主耶稣，从耶稣圣心里面呢，去找天父的心，找天父的心，在生活上不断寻找天主的美善 ，the goodness of God， 天主的美善，天主的美意，他讲这个，今年呢，耶稣圣心呢的主保呢是在6月24日，通常都是在星期五，今年是在6月24日。已故教宗洛万保禄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把这一天看成是我们施夺成圣的日子，
就是说我们做神父的师铎们，我们的心要跟随耶稣的心，要成为在世界的第二个耶稣， be the second Christ。 我们的心要以主呢一一相同，因为每一个圣召都是被召叫的，必须跟主的心心相应。叫做罗万保罗二世非常强调这一点，所以自从他当教主的时候，这一天就是成为我们师铎圣化的日子，成圣的日子。教友们呢，耶稣圣心这一天不凡 ，OK， 不凡，来朝拜耶稣，圣体内的耶稣，他等着我们来陪他，等着我们跟他谈心。耶稣圣心垂怜我们，垂怜大众，垂怜这个世界。Have mercy on us。好，我们打开20页，向圣母颂。知人至慈，童真玛利亚，请记忆。凡人求你保护，求你救援，求你转达，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。须童真至圣童真者，我的母亲，我怀着这种依慈的心投奔于你。我虽有罪，但现在忏悔，又来到你台前。须圣子降生之母，别拒绝我的要求，但请你仁慈地俯听我。阿们。为病人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，请俯听我们的为病人的祈祷，赏赐他们能效法你，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。如果是你的旨意，请赐他们痊愈，使他们永远不忘记你关心他们。阿们。圣歌永远之母。心机离线，因
出谷角起酒店，虔诚全心一直永远，不管所缺心心身尊高，知人至善，万民朝，其颂德高，圣恩丰饶，尽力赞美共欢悦，天主圣善无限。饼给了他们，那饼还有种种美味，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在奥妙的身世内给我们留下了你痛苦的纪念，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亲近你体血的奥迹时，使我们常体验到你救恩的效果。你生活并未亡，已无穷时之事。阿门。圣歌43页，感谢玫瑰母后。
尴尬，你转秋中的祝福，你是天堂的梯子，指明永福的道路，祈求你教导我们谦卑温柔的美德，使我们上爱天主，下爱人，感谢玫瑰母后，玫瑰母后，玫瑰母后，五殿圣席，五殿圣席，配受尊崇，配受尊崇，配受赞美，圣心爱火，圣心爱火，炽热人心，炽热人心，接近人民，接近人民，圣母玛利。生命却旧的尴尬，你转秋中的祝福，你是天堂的梯子，指明永福的道路，祈求你教导我们谦卑温柔的美德，使我们常爱天主，下爱人，感谢玫瑰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者，阿们，阿们。谢谢大家的参与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